是怪人，只是行为与举止异于常人。别人受伤喊疼，我们受伤只需要普拿疼。我们不是怪人，只是不想要当普通的人。别人去蛋糕店吃千层，我们去蛋糕店跳跳绳。怪人有很多，可不可以少算我一个？我只是想要那么不平凡的活下去。哦，怪人的世界没有人可了解，想做什么就去做。这首歌叫做《怪人的世界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怪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